堂堂雨天的老总，你怎么突然跑到员工食堂来了呀？这有人做吗？雷总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吃饭了？微服私访。我怎么就不能来这儿吃个饭啊？雷总，您这是来吃饭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你是来给我拉仇恨的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看周围。那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自保啊？本小姐惹不起躲得起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慢着，我给岛上的孩子们订了一台国外产的发电机，给小孙老师打个电话通知他一下。真的？我就知道你最有爱心了。我就说你很有爱心，我先替孩子们谢谢你啊。等等啊，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搪塞了？那还要怎么样啊？坐下陪我把这顿饭吃完，这要求不过分吧？我说小苏，你不会连这个面子都不给我吧？哟，俩人聊挺高兴啊。文丽，雨生哥，你这几天到底是去哪儿了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也不回，我都担心死你了。对不起，雷总、蒋总，你们一定有很多事情要谈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先走了。还看呢，人都没影了。文丽啊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还要问你呢，雨生哥，堂堂雨天的老总，你怎么突然跑到员工食堂来了呀？该不会是体恤民情吧？还是另有原因？物流员工食堂怎么了？我的食堂，我跟下属们一起共进一个午餐，有什么不妥啊？好啊，我也是你的下属，你可不可以赏个脸，陪我吃个晚餐呢？我都几天没见你了，好多工作上的事情要跟你汇报呢，要不就今晚吧。小丽，今天晚上我已经有约了，要不咱们改天？我就知道你会搪塞我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真有事儿，下次再约，乖。雨生哥，哎，嗯。这个是你家呀？对啊，进去吧。不是，你怎么提前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雨生，好久都没做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口味，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，多吃点。谢谢少爷，我这天天啊在外面跑来跑去的，就是想这口，甭管跟哪个餐馆比啊，就是您的清蒸龙鱼最好吃。你们两个每次一上桌来吃饭的时候，就抢着吃一条清蒸鲈鱼。我还记得那个坏小子，所有的鱼刺放在桌子上，往我面前一推，就跑去跟您告状了，说我把能吃的全部都吃光了，他什么都没吃。你们两个小的时候啊，简直就是一对混世魔王，左邻右舍没有不怕你们的，可没让少爷少操心。少爷，您身体刚好，受不了风寒，您多保重，有时间我再来看您，拜拜。
玉珍啊，知道你忙，不过有时间常来家里坐呀。曾荣不在了，他看到你多少也是个安慰啊。知道了，我会常来看看你们的。走了。您订的花吗？不是，好长时间了，过不了几天就有人在门口放一束康乃馨。您知道谁送的吗？从来都是只看到花，没见过人。杜小姐，好巧啊。雷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不应该离这儿挺远的吗？我就随便转转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。那花是你送的吗？是。看来我没猜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束康乃馨，我猜就应该是你送的。我也不记得我到底送了多少次了，好像已经习惯了，每隔几天我就会想到这里，把花放在门口，然后远远地看着，只要看见每一次有人把花取走，我就感觉心里头踏实了很多。我知道这么做很傻，可是已经习惯了。我能理解。真的？你真的能理解？其实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阵容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怕少姨不愿意见到我。我知道我们两个都需要时间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她是阵容的妈妈，在我心里也就是我的妈妈。我想他每次看到那束康乃馨，他就会想到有一个和阵容一样爱他的孩子还在爱着他，这样我就很知足了。有个地方，你要是愿意，带你去看看。